2020是你火大运最旺中年女性，一切旺你的都去做，不会吃亏。比如使用打通眉心，百病不侵这一招，好运的人是从气上旺的，一个人倒霉是从气上先衰的。为什么印堂发黑，气衰了？毕竟这里是精气元神聚集的地方。精生气，气生神，所以不要再熬夜伤神劳心，不要总是皱眉多虑。中年女性今年多灸这里，这款特大艾条自带灭火筒加隔灰网的6厘米直径大灸条，你别看它很大根，却烟量小，火力温和带劲。每天坚持来个面如桃花印堂灸，睡眠也顺带改善了。